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海内外乡亲时代，大家好！咱继续游玩，甲咱丽彩姐、林丽彩女士聊中山教授的夫人吼。咱来搁继续搁来讲咱拄只的话题。咱拄只就是讲你写一张批，这个言辞非常的柔和的、婉转的安尼泼泼啊，互伊知影一下安尼好。咱今仔来讲这个马英九伊的这个天主教徒的新闻。伊这边去吼，是天主教徒，又搁是台湾的总统，这两大的。无，台湾无总统。无啦，迄个中华民国的总统甲天主教徒啦。我迄阵啊，我就想讲，咱应该爱先咱的批笔先拼到位，互伊看讲讲这个东东，这颗物啊，这颗卡小。就是这个独裁者的迄落代表安尼吼，但是你讲你认为讲迄落对啦，你安尼我即摆安尼在想，你安尼讲嘛对啦。咱再咱来讲伊吼，伫足侪的所在吼，伊拢有讲哦。伊讲伊细汉的时阵哦，伊迄落还佫有脸书顶、Facebook 顶块嘛有讲。伊讲伊细汉的时阵，佮因甚物人、甚物人吼，去领米粉，去领米粉，去啊领糖啊，去啊领物资安尼啦。吼，伊去信天主教，伊是信安尼啦。啊，佮伊顶边抗八年要选这个总统的时阵，伊佮伫这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灵粮堂受洗礼啦。啊，佮来。伊搁去这个拜这个青仔坟啦，吼，迄个啥物唯一觉醒的遐迄落佛教的这个大怒，对大怒吼，这个佛教天王吼，拢去啊，甲伊跪拜，啊，搁伊搁共弄经，搁弄到手啊断断去啦吼，啊，搁来，伊去迄个妈祖庙，也是各种的这个神庙，咱这个道教的神庙，伊拢人个点伊来嘛，点迄落香特别足大支的，我都毋知伊安尼举安尼，念物举安尼也毋对，举安尼也毋对，安尼在拜安尼，啊，人着记者有甲伊问讲，马先生，请问啦，你不是那个天主教徒吗？他说，反正这个就是这样嘛，淋一点面粉，淋一点物资嘛，安尼伊就安尼很足轻浮安尼讲一句安尼，啊人若讲你啥，伊就讲反正选举嘛，随便说说就算了安尼，伊拢逐遍拢伫迄落镜头内底吼，就是足轻浮安尼。好，咱即摆咱来讲这个卡小，讲伊天主教的身份，这个部分你有啥物看法？基本上，伊心目中无神，眼中无人。伊无神，甲无人，伊只有伊家己。基本上，这个人他非常自恋，那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伊会打电话甲蚂蚁人讲：“好心没有好报。”所以他就是这个样子，一个。那事实上，他也因为这样子的消息曝露出来，他怎样？这个人非常自私，他以他自我为中心。那没有一个普遍对人民把人民放在第一顺位上面，台湾被他治理成这个样子，也不觉得奇怪啦，那是我们台湾人自己找的，咱家己吹啊！你导伊导出来啊！啊，前四年做甲哩哩当当，啊，你即后摆你搁在阮那边，虽然伊票数大幅减低，但是嘛是甲选出来啊！啊，这是咱台湾人家己选择出来，啊，你要讲安怎？台湾人就是讲，不见棺材不掉泪吼，爱情惊死，搁爱出风头。伊这个做这个部长的时阵，法务部长的时阵，就将陈进兴给放出来，来危害社会，伊部长的时阵，伊有做啥，咱看袂出来。结果呢，选市长投一任。迄是碰到阿扁市长的基础拍在，伊也无创啥，着穿迄个裤衩啦，安尼伫遐咧遛鸟，半遛鸟半遛秀大腿，安尼走咧安尼。第二日嘛无做啥，总共有做啥好啦？做迄落猫蓝变蓝猫啦。迄个蓝猫吼，
有一次啊，差不多五年前啊，我生日的时候，阮后生载我去迄个个猫空遐，对，鸟空去遐食饭啦吼。啊，迄时阵，迄、那个猫栏变成蓝猫停摆，啊，停摆。阮后生就点一些菜啊，伫遐欣赏这个环境，迄、那个环境啊。我的隔壁倒一个老先生，吼，讲到安尼拍椅凳倒安尼大细声。啊，我这是中国。老伯伯，嗯，对。啊，这臭耳人诶吼，都想要甲放互麦听。阮后生一直用眼光在制止我。你也知影讲迄个讲的严重性，阮后生一直安尼，他所以你莫连讲变多，对，你讲安怎？你知影迄个老先生都是陈水扁，那个猫懒做成这个样子，你讲我会掠狂咩？你讲我会掠狂咩？我老师安尼，那怕你弄陈水扁，伊即马总统做到安尼嘛是陈水扁派的。你人家拢总假钱嘛是陈水扁派遣来假钱的。啊，我永远没办法忘记我老师那个眼神哦，他相当害怕我掠狂。你去甲伊，我会去甲伊那个。对，那我啊，什么人的眼神？我一定去把他桌子掀掉。啊！竟然有人迷糊到说，啊，那个猫栏的是陈水扁做的，啊，这个祸是陈水扁惹出来的。嗯，所以讲台湾人哦，招谁惹谁了？真的是很恐怖了哈。所以这一个人哈，他所做的事情，哎呦，陈水扁市长，伊做介了民意60%，都赶快袂当选。七十几趴，阮伊个赶快袂当选。啊，搁有做迄、那个，你敢知影？我即马咧坐迄落捷运吼，你看你倒一条线啦吼，较早拢阿扁市长做个吼，你入去拢看过，啊，即马换车换到忽然间换迄落木栅线，是要去来迄条线吼。看过，忽然间，敢若迄落儿童碰碰车。两个坐位，迄个脚吼，脚头有迄个脚，你若有个较寸较长的，就去挡着啊！面对面就去挡着。啊，搁有我较大块，啊，坐椅安尼，强要出来，叮，叮叽叽安尼，安尼吼，啊，安尼，迄个位吼，啊，我有一边吼，迄落拖一个迄落行李啦，搁寒天，啊，搁穿迄个羽毛衣，搁碰碰，我根本就无法度钻落去，我安尼结果安尼伫个遐嘴啊开，袂当喘气。迄叫捷运哦，迄就是讲硬，去互食掉，迄个捷运就是硬，互伊食掉三分之一去。这两日的报纸应该是脏啦。那个阿扁总统关的那一边，有人讲迄间老板爱老了来，我赞成。对，他总有一天要下台。是，而且他的不是阿扁讲你先手甲靠啊，啊找迄个阿里不达的一挂遐个罪证，啊先甲羁押。要羁押的时候，像赖素如这一次，他会把他放出来又再羁押，是因为有非常明确证据。你检察官较敢控告有效，因为伊第一次把他放出来，是因为马英九他的办公室主任的关系。你太那个资料证据是100%的死罪啊，应该讲是死罪啦。即摆跌落一个重大的区块，无法度躲拢，就是讲伊要甲伊扣啊，进行一礼拜。风声就放出去，结果呢，这个赖素如呢吼，非常的紧张，就带着因两个铁大心的这个助理吼，啊，就分作一个是去澳洲，啊，一个是去中国，将这个重要秘密的这个这个咱来讲是罪证啦，拢炸出去海外去啊。
无，他会，他会，他会，我来讲，伊有迄个荐股，唯一的荐股就是讲，那一朵小花是一百万，嗯、啊，伊的助理内底几个百万，嗯、啊，伊是安怎样？这个代志要变的进展，伊把这一百万汇出去还给对方。嗯、为什么？如果是照戴素如所讲的，是政治现金的为，政治现金的为，应该是迄个个，如果是他不需要有这个动作，他就是因为这个动作，所以检察官较去甲扣啊。那伫这个马英九，伊对这起定变这总统即马五年，伊也数不清呐、啊，数不清他的吃钱的方式，唔去吹尔啦。你若去像因遐特侦组，若去吹咧到底吼，遐钱拢出来啦，唔是吹。最主要是安尼啦吼，你只要走过都有一个痕迹。伊巧，伊就是讲，伊拢培养足侪即个疑云，嗯，拢设防火墙，嗯，哦，大家每一个疑云拢是防火墙嘛，嗯，啊，就全人就是讲，你不管你什么人，你拢尽量贪，无要紧，贪着我会当甲你撇过，就撇过，袂当甲你撇过，你就做疑云，嗯、啊，你关短暂时间，像是讲伊台北市长的时阵，迄个疑云，啊、嗯哦，关出来了无偌久，就讲啊，搁要。考试结果，伊着三个人去考试，伊一个人考着，迄两个无，两个陪考的无考着，啊，伊人搁官复原职，还做得更大。那个是演戏啦，嘿啦，演戏的啦。所以讲，咱来看讲，即种的人，伊敢是天主教徒？即嘛来专对伊的天主教徒的身份，因为伊会当去罗马教。我坦率甲你讲的，这个人伊的心目中。无人甲无神嘛，干那是伊尔嘛，所以你说他是天主教徒嘛？我讲自欺欺人、啊，就只有一句，自欺欺人，伊用一句佛教佮讲的话，毋是无报，是心未到，啊，只有这样阿 Q 啊，要不然能怎么办？啊、我们台湾人又能怎么样？只有阿 Q 啊。搁遮尔啊无路用，啊，着明明着安尼钉钉塌塌落一世啦吼，啊，即个饭迄个黄桂敏啦吼，啊，即个李朝忠，迄个啦，啊，搁南投县的迄个李朝钦啦，李朝钦啦，钦啦，李朝钦啦吼，啊，啊，甲彰化的周伯仲啦吼，安尼遮安尼钉钉塌塌，你看周伯仲无可能会当互伊出来。偏偏伊就会出来。你都发到我出来。啊，这个罗素如，因遐讲啊抓入去啊，因遐讲哈，24小时以内一定放出来，正甲都放出来。无影无伫遮，对甲对，敢若检调单位拢听遮个媒体个名嘴共款安尼。所以讲，你来看讲，即种个人，伊凭啥物资格，伊要去甲这个饭局告状落去握手，啊落去迄落伫遐在。行伫个即个各国世界各国领导人个来行列内底安尼，问题就是出伫个遮，所以讲迄阵讲哦，爱较紧个讲写批，用批信去看了，去到地人才知影安怎看伊安尼。啊，结果咱即个得到即个国际迄落颁布国际认证颁布个迄个即个中华民国个总统伫遐写四下证。啊，伫个即个啊室内咧挂迄落乌目镜，啊人正式个迄落，你看人个英国来，人迄落穿迄个官领，英国因拢新梳迄个官领，拢规个拢盛装，爱穿迄落个燕尾服啦。敢若伊用个伫穿迄落休闲的，安尼骨头也无要夹，安尼显现安尼，毋知伫表现。全世界迄落所有个领导人，所有即个总统啊，啥物？无一个遮尔啊三八的，即个中华民国的总统，搁栽伫个咱台湾，咱台湾人要写死写净即个卡肖。不过也托了他的福，台湾也因为他是帮了去啊，咱台湾的帮了去啊，啊就无大啊，所以人家讲咱台湾因为伊会帮了去，所以有哪有进攻？
咱互人知影讲，啊，有一个叫做放落去的台湾。嗯，对啦。只有阿 Q。是啊，是啊，哈。啊，无要安怎？嘿，啊，咱即马咱来讲，伊所领导的，佮伊特别，拢甲咱这个咱这个二八的家属回信嘞。啊，因为即边嘛，二八了后，这短短的时间，伊佮去看这个蒋介石啊，白仔囝，佮伫遐咧惊咧亲疏，佮伫遐咧流目屎安尼。你一面去甲迄落，互伊胎死的遮个家属，我已经回清外边的迄落室内啊。你一歪过头，你搁去甲遐个屠夫，老岁老弟手压刀的这个屠夫，搁伫遐咧在咧甲伊堆尸，搁在甲伊流目屎。因国民党内底的斗争吼，伊必须要去，蒋氏父子必须要说我是正宗正传的。好，所以伊。讲伊二二八来甲阮道歉哦，阮二二八家属并无认真咧看待伊咧道歉啦。伊若咧道歉了，那伊咧放屁安尼共款，安噗一个臭毛毛咧，鸡毛皮落甲规脱卡。啊，所以伊个气吼，在这几年他的表现当中吼，我们的那个也有心理的议题讲。所以今天他在哭，他在跟你道歉啊啊！气为时阵，他明天他就会去杀人屠魔王，灵前去啊，去啊，去啊烤，去啊通什么会安尼？所以我唔知啊，是安怎样开始想着讲啊，这个合作中正纪念堂内底讲咩台湾设计奖，我都搞不清楚。不过也很好，我请你来就是要讲重点，要讲这个啦。也很好啦，让他去让这个所谓的伟大的民主救星呐、军事专家啦、什么什么什么这些舵手啦，让他在。教育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记忆呢，再重新把它一片一片的把它挖起来，啊，它的负面的跟它的与民的这个来做一个比较，啊，让台湾人民再去重温旧梦，哦，原来你是这样子残杀我们的，就不是吗？你台湾一直伫目前马英九亲中的这个。急速轻中的这状态之下，咱台湾强强已经可以讲主权已经无啊啦。嘿啊，伊司法都甲你这个签、迄个签，为下个法啦、什么碗糕啦，安尼签签的安尼，啊，即马就最后一个，拢在签讲和平协议，台湾永远属于中国。啊，你要存的呀？我要从在这里，我要。这样子讲哈，阿扁总统，咱实在迄个时阵，伊执政的时阵，咱无感觉讲，伊甲咱统治甲遮好，但你怎唔免讲讲，明仔载敢会插迄个五星旗？但你怎唔免？唔捌安尼想，将来唔捌安尼想。嘿袂惊，嘿袂惊。系啊，将来唔捌安尼想。阿扁总统咧执政的时阵，咱袂惊，但是咱会去阿哥会抱怨阿扁总统，你阿哥无？做甲咱是目中想要、要搞的迄个地，抗战吼。啊，但是咱嘛是会去体会讲阿扁的总统是真歹做，但是伊这八年当中，甲马英九拍基础拍偌济，互伊当不当尖调？哼，那莉台风是尖调，啊，什么台风？啊，迄个灭吹的个小林村嘛，迄嘛是浅草，啊，这嘛浅草，即嘛浅草，俺直直喂四五年啊，无法度通搁再喂吼，这伊拉的那个屎，无法度通搁再往陈水扁身上搞的时阵，这样话讲，我们台湾人民不懂。系啊，不懂他的心态。经济，你无了解伊，你唔捌政治。对，他油电双涨是我们不懂。嘿，要花力的。啊，因咧食钱食到咧，讲迄是恁未晓政治，恁唔捌政治。你无伊讲人迄个
即个什么记者访问伊啊，外国个迄个记者访问伊讲，你对你即马你个即个满意度个迄落拍数落到遮尔啊低吼，啊你有啥物看法？伊讲哦，迄因为我坚持改革，啊台湾人民吼伊无了解我，所以讲。所以我有甲讲啊，所以我才拄仔咧讲，伊已经遐伊放个屎直直高高对前条去，啊高无前条无遐多通可以高，伊着高对咱遮老百姓个身躯来啊。着讲咱无了解伊啊，伊无想着讲即个核事，你若已经四月着，迄落个即月起着要甲咱。着，伊要暗度陈仓，要好伊即月起着，伊着要商转啊咧。啊，若商转吼。伊迄是要安怎转啦？迄起甲哩哩落落。双转，咱死在先。因迄有开灵机的人，伊无绿卡，我来讲啊，马英九无绿卡，马英九是有护照，有美国护照。因为我伫个即个黄玉琪即个秘书长伊在讲个，伊讲中国人个习性就是讲无后为大嘛。啊，伊是马甲吼，四个阿姐拢有即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照吼。啊，伊另外三个就是有美国个护照。那有讲唯一即个汤生元，即个白莲教即个唯一个后生，伊无予伊即个护照，看是倒一国个。诶，护照，哪会讲无予伊护照的道理啊？如果合适呢，商转吼。啊，伊就来再造伊啊！伊提护照迄个国家。那，咱即摆来讲核事，即摆若真讲按商转的时阵吼，他熔炉的时候，你要跑也来不及。啊，伊就甲商转，伊就先造伊啊。迄个爆竹牌，伊先走，啊无你，迄支核融棒呐插落去的时阵，那个铁定爆，永劫不复了。啊铁定爆，啊铁定爆吼，咱直接咧讲吼，我先听较知影讲，这个直接受到伤害的人不能火化，不能埋葬。啊，就是用一个拉布罗烫，安尼人个尸体，等于啊水泥啊，甲灌灌落去，啊，还规个当做那种核废料去全部处理，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如果百年嘛，袂当迄落，啊，都爱万劫不复的情况之下嘛。我们在台湾的病情就是怪虚。像日本的迄个，伊的核电站无，伊迄周围八十公里，你看，你厝内有金仔，你也袂当倒去摕。啊，金仔摕出来嘛，人嘛毋敢去夹着啊，含金仔都无路用去啊啦。你要创啥啦？你讲恁兜的古董，你有啥？你都根本都无效去啊。都我讲即个民进党，但是即马还佫伫遐咧淡定，咱佫继续话题，佫倒转来讲。讲即个骂死吼，伊即个第四坎的，即个叫斯大林嘛，吼啊，一个是迄个什么人啊？毛泽东嘛，希特勒，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啊，第四坎的就是。第四坎蒋介石。第一坎是斯大林，第二坎是毛泽东，啊，过来是希特勒，啊，过来蒋介石啊，所以因中国人是真敖。即个四代同屋的时阵，因两个人杀一个杀五千几万人，啊蒋介石啊杀三千几万人，加起来得要加。所以讲，上千万的呢。所以讲，我来讲啊，伊伫咧台湾讲杀咱即落两万几个，准讲两百万的啊，那又算得了什么？对啊，伊那千，伊那算千万的。伊咧着三千偌万，甲你台湾两百偌万人，台你两百偌万人，拄啊好尔啦。十几万人，迄个时阵是十几万人，恁六百万人的人口，咱当时是六百万的人口呢，啊，十几万，十二万六千啊。记得那个因做户口普查出来的有户口无人数，无人口，有户籍啊人找无安尼，十几万，有十二万应该有啊，那迄阵啊安尼凊彩扫射，迄有诶规口罩拢丢掉，啊，啥物人出来讲阮兜死人？对啊，无人讲嘛，啊，有人有迄个个
228内底有小 baby 哦，迄个困中昼的时阵，伫内底，因为迄个时阵是木做的嘛，迄安尼乌白扫，安尼清洁，迄清洁安尼去卖去卖，去卖多杀死的。是啊，所以讲，咱台湾人吼，都永远拢袂觉醒，就是讲啊，伊才杀咱。杀咱几万个啊，尔，呾杀咱偌济，即摆毋是杀咱偌济人个问题，因就是讲对因家己个同胞，就会当杀死到3000多万。你看，因讲为着要阻止迄个日本兵，迄阵啊，因着中国人佮日本人伫战争嘛，伊要阻止日本兵讲后壁来追，啊，伊无爱互伊追着，伊着将迄黄河改。解体，乌掉啦！顶管的水安尼冲落来，啊！结果日本兵才死无一千个，结果因死啊，规砖头啊，影响偌大呢？拢总影响5年。嘿，我因遐都因死10几万的人啦，啊，财产不计其数啦，啊，影响你讲五年，无一定五年就会当恢复呢。伊影响我咧讲的原因，5年就是讲，因的田园老了，啊死人死，田园老死了后，因为它的整个生态拢改变嘛，啊所以改变了后，搁再干，迄个搁干旱，干旱你顶管的水流掉，你就无水，啊规个拢。较早是干旱，啊，搁会当用黄河的水来流。啊，你解体的时阵，你规个拢烧掉，规个拢去，拢总五年。我会记得廖中山先生捌甲我讲，讲伊细汉的时阵，就是已经解体了，啊，迄个搁阿扁哥啊，就看因等于心情是阿扁哥还啥哦，啊，我廖中山嘴咧食了，食迄个红萝卜，还是食迄个。迄个小生的小黄瓜的安怎，徛伫遐咧食，啊伊安尼看到一个人安尼一拐一拐来到伊的面头前，准，甲抢开，物件甲抢开，即个囡仔咧食的物件，伊甲抢开，啊伊甲抢开，安尼雄雄啊踢对伊的唇，安尼闹无两个人拢砰落去，枵死，迄就是。真正是枵死，伊则看囡仔咧食的时阵，安尼脚在这个廖中山伊个小孩子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安尼就一拐一拐来到面头前，其实这个人已经尽很大的力量，来到这个咧抢这个囡仔物件，啊，踢到嘴里都咬袂落，就拢砰嘞。种死去，啊，这个都是受很大的影响。是啊，这就是就是爸仔囝这个时代的舵手，民族的救星，世界的伟人，伊所做出来的代志啦。伊有甲咱教，历史甲咱教，是焦土策略，对，这四字，但是背后多少人的血？所有的你讲什么文化也好啦，精神也好啦，昆虫、飞禽、禽鸟咧，拢总含人拢总含咧土地规样去。结果你看人迄落日本人才死正清个尔，因为惊迄个鹿角梅啊吼，啊迄个土地险要，结果得着迄落传染病啊就死去。你讲你要毁灭人个族群，啊结果你阿兵哥尔，你会当毁灭偌济人？人搁厝内搁有人通个生咧？啊你将你家己个同胞摕来安尼落去陪葬。你这个是甚么款的？诶，屠夫啊！你比屠夫阁还残忍呢？足残忍！所以因中国人哦，迄伟大的5000年的文化所做出来的那个臭不可闻的这些。那这些丑陋哈，真的是假人的文化。是啊，所以讲即马吼，即边吼，啊，伫个啊，即个讲个啰，什么蒋公设计奖有无？哎呦，迄袂讲一，我来讲，伊要讲因翁，伊甲宋美龄这对政治婚姻的迄个，迄也袂堪去恶啦。哎，那咱无咱来讲哦，袂堪去恶，咱下一个时段吼，咱来甲伊恶一下啦。看这个世界伟人民族的救星吼，时代的舵手吼，看伊是安怎来对伊的家庭，啊，甲安怎来对伊的同胞，啊，佮伊来台湾了后，安怎的毁累吼？啊，咱即马吼，袂使这啊休困一下。